我们去找小龙虾好不好？要不，我们找小龙虾吃好不好？好吧？好吗？好。嗯。好。我断了电机，不给你看电视。走，我们去找小龙虾。啊，你帮我拿肉肉肉，好吧？好了。带谁吃？你们我。给你吃，那你拿肉肉。再拿回来好不好？我想再这么多。好，这么多。我这一条就好了，最后一批了不？要到明年了不？我把它拿摘了，摘了去。哦，为什么长那么多虫子？从上面楼顶掉下来。小玉，你想吃大个的还是吃小个的？小个的。想吃小个的呀？嗯。刚好这里有一个小个的。看，我要大的。你要大的？嗯，那就吃大的。那不烂啊，这个是我帮了那个爸爸烂了，拿过来，拿过来嘞。好吧。再切一头。嗯，再一头，看见。妈妈，那里还有这个啊？嗯。妈妈，要拿大刀来切的。那个掉下去了。啊？那掉了。那个掉。嗯。哦，那么厚了。哦，小玉，啊，外婆那里可能好多了不？可是我们这里也好多哦。我们这里也好多啦。也好多哦。人家这里还有。嗯，够你吃了是不是？对，妈妈那里还有。装起来。妈妈那里还有。嗯，这里还有动物一个。哇，那个那么大是没？是。哎呦，妈妈，妈妈，你看那里还有。哎呦，这是那么大一个啊！嗯，我昨晚上没吃过。你怎么没吃过来呀？你要拿剪刀来剪住了。就是去买一把剪刀来剪。我都摘那个尾巴都烂了。好了，都多少个了，小玉？那你先留着它了哦，给它后面再摘了。走，我们去吃火龙果。后面。带你去看。哇，摘多少个了？三个，这么多。五个了。来喽，我们吃火龙果喽。小玉爱摔跤是不是？不痛的啊，那裤子那么厚哦。你看，你要吃大的还是要吃小的？你看我们得那么多个。嗯，吃大的。要吃大的呀。多少个？数看看。数看多少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哎。你又上次不是七八去了？没有那么多啊。还好些。嗯，还好多少钱啊？一。要等到明年才有的吃的不？哦，是不是？嗯。在这。那个最大是不是？是哪个？是这个。是这个。数看有多少个？一、二。多少个？这么多？这么多是多少个？四十。再数一遍，数多少才能吃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多少个？五个。五个。嗯，叫那个哥上来吃没？不要。那个哥吃没？不吃。不吃啊？你这么小气。看红红，红哦，自己种的肯定红了，你看。这里还有小猪。嗯，没有添加剂的。肥都没放。嗯，好不好吃？妈妈，这里还有。那里没有这里这么多。哦。好吃吗？又甜啊、哦。自己呀。自己养好不好？再拿一个勺子来。没有
好的汁哦。学那么多汁，啥意思不是？嗯。是吗？大一口，我的口水流了。真好吃啊！好吃吗？别的水果都不爱吃，不爱吃火龙果。火龙果甜呢、啊，那么甜。是嘴巴红红了，是不是，小雨？看、嘴巴红了没有？红了啊、那么大一口啊！认真点吃，认真点吃，到没？再咬一口。五元哇！这五元哇！再吃一个，还要吃一个啊？那个吃完了呀？啊？我再吃一个小的。哦，真的，真的吃完了哦。哦，还吃一个小的，那你选哪个吃？哪个小？好吃吗？这里有呀。那里有小的呀？嗯。甜甜的，是不是？就记得，那吃个那么大一个的，好嘞，妈妈帮你剥啊，你放那里先吧，你放那里先吧啊，你晚上不用吃饭了是吗？嗯，吃火龙果，吃了我就饱了呀。去学校有水果吃吗？学校也有火龙果啊。学校也有火龙果吃的呀？嗯。有我们家的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呀。火龙果都好吃，是不是？嗯。你慢点吃吧，不要把衣服吃脏了吧。明天去读书不得穿吧。我都吃完。吃完了呀？没吃完。还没吃完啊？还吃吗？五个火龙果，你吃了三个，是不是？嗯。啊？你看这两个都空了。你的嘴巴，哎呀，这个脸上到处是。那我们还用吃饭饭吗？还用吃吗？还有。还要吃饭啊？嗯。明天不用吃饭。哎呦，好，明天不用吃饭啊？嗯。擦嘴巴呀，还把标杆擦一下呀。那我们这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吧？怎么说？下期再见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呦，都打嗝去是不是？哎呦，脸没擦干净。擦干净了。擦干净了。嗯，拜拜。拜。拜拜。吃完就倒垃圾哦，你看，你看。快拿垃圾去倒。好吧。太重了。太重了，吃了三个去重不重？你说啊、有吗？没有啦。没有啦。看，哎呦，真的倒光了是吗？